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讲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施建元。我们这一讲呢，要来继续讨论市场均衡分析。我们在这个 part 的第一讲的时候呢，有谈到什么是市场均衡的概念。我们说，经济学家基本上会认为说，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交易价格跟交易量呢，都是市场均衡的结果。那平常你所看到这个每天的这个交易价格的变动，交易量的变动呢，就代表市场均衡的变动。那这个市场均衡的变动呢，来自其他因素哦，来自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哦，来自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那我们在那一讲的时候，有谈到有哪些其他因素呢？有各式各样的其他因素，比如就需求来说有什么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啊，消费者的所得啊，就供给来说呢，有生产要素的价格啊，有对未来价格的预期等等啊。那我们在那边呢，还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生产上的替代产品或联合产品的价格变动。这个东西呢，是那个什么供给线的其他因素变动，这些其他因素变动呢，会影响到供给线，会影响到供给线，会拉动供给线。我们在这一讲呢，就来实际上拿一个例子来讲，什么叫做生产上的替代产品或是联合产品的价格变动影响到供给线。我们用的这个例子呢，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东京的米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到台湾的甘蔗价格，会如何影响到台湾的甘蔗市场，会影响如何影响到台湾的甘蔗市场。我们知道台湾在1895年到1945年呢，是日本的一部分，在日本的一部分。那在一开始日本取得台湾的时候，他们也在想说这个台湾这块地要怎么经营，要怎么经营他们才能够极大化他们自己的利润啊，应该也在发大财赚大钱。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后来有做一些讨论，一开始其实甚至他们会觉得说台湾可能赚不到钱啊，要把台湾卖掉。不过后来他们还是撑了下来，觉得要经营这一块，要经营这一块。那一开始想到的策略呢，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叫做农业台湾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工业日本，所以就想说台湾呢或许可以作为农业的产地，供应日本的那个供应日本农产品，或甚至是说台湾的农产品供到世界各地，帮日本公司赚大钱。那一开始他们就想说，那台湾可以做什么农产品可以帮助日本人发大财呢？想到就是台湾可以种甘蔗，种甘蔗可以制糖，种甘蔗可以制糖。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台湾呢推动各式各样跟那个什么制糖产业有关系的建设，包括成立了非常多的非常大的那个制糖株式会社制糖厂。然后你今天呢，如果到台湾很多地方去旅行，你其实都看得到这些制糖厂，比如像在高雄桥头有个制糖厂，如果你去看那个规模很大还有这大机器榨甘蔗的那个可以去看看，很有意思。然后那包括他们也建了很多那个铁路嘛，建了很多铁路来运送甘蔗啊。不过呢，他们在建立这个制糖厂、制糖产业的同时，他们也需要甘蔗，所以他们就开始推广台湾的农民种甘蔗。不过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呢？我刚刚说的是说，台湾农民在这边开始种甘蔗的时候，其实生活并没有很好，因为推广台湾农民种甘蔗，把甘蔗卖给这些大公司，这些大公司他们要发大财所以他就开始压低台湾农民种甘蔗这个价格弄甘蔗的价格。所以在日本统治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蔗农的生活其实没有很好，然后没有很好啊，因为你就种甘蔗，那甘蔗卖给糖厂，那糖厂有各式各样压低甘蔗价格，压低给你钱的那个方法嘛，压低给蔗农钱的这个方法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方法啦。所以那个蔗农呢种甘蔗，他推广种甘蔗，你种甘蔗结果好像也卖不到多少钱，然后卖不到多少钱，然后所以到慢慢到后来呢，就有一句这样的俗谚啦，叫做第一公见甘蔗后回家崩第一公见甘蔗后回家崩。关于这个谚语呢，其实有很多种版本啊，比方我听过什么第一公酸气运动第二公见甘蔗后回家崩，第三公娶查某囡仔扇海风不过我觉得这个版本应该是错的啦带女朋友吹海风怎么会是笨的事情呢？我看我们同学很多人带女朋友去西子湾那边吹海风，大家都吹得很 happy 然后这样乱起公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错的啦应该这个俗谚可能比较可靠。不过不管怎么样，不同的版本都会看到这个东西第一公、上盖公、第二公还是第三公，拢一条
见干价好回家崩，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反映了那个时候台湾那时候，如果你很笨，你就会种甘蔗，然后卖给这些株式会社，因为他们会怎么样？会剥削你啊，哦，用很低的价格跟你收购，哦，然后可能，哦，也会让你的这个量，你觉得应该是30公斤，他们就跟你说啊，20公斤了，然后就被剥削。所以咱们就说种甘蔗的人最笨，哦，那时候就有这个出现。那其实这些东西你也反映了，就是说，哎，那时候蔗农其实生活没有很好。不过呢，在1920年代后呢，哎，有几件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慢慢的齁，就开始改善了台湾农民的生活，齁，就开始改善了农民生活呢，然后呢就变成了这部片大家都有看过吧，齁 Canon 齁，佳农齁，佳农那部片齁的背景齁 ,1930 年代齁 ,1920 到1930年代的 ,1920 年到1930年的时候的台湾齁，你就看到台湾那时候农民生活好像并没有那么苦啦齁，好像其实讲没有那么苦，可能也不大精准，然后很多农民还是很苦。可是我要说的意思是说，那时候台湾农民的生活呢，哦，普遍就比对岸中国农民跟韩国哦，韩国的农民的生活来得好。事实上，根据资料也是哦，根据资料也是哦，台湾的那个台湾的平均每人 GDP， 如果你用那个 PPP 哈，哦，物价平准的那个方法去算的话呢，在1937年二战开战以前呢，台湾的 GDP。哦，平均每人 GDP 以 PPP 来计算呢，事实上是还数字是还蛮不错的哦，比韩国跟中国都来得高哦，比韩国跟中国来得高，在亚洲呢，哦，在亚洲也水准也还算是不错哦，在亚洲的水准其实也还算是不错哦，至少比中国跟农民的生活高哦，啊，比中国高不少哦，比中国农民高不少哦，所以这个后面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回来看看说1920年代的时候呢，发生了哪些事情，哦，发生了哪件事情，所以导致说，欸，后来到了这个 Canon 这部片，哦，在讲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台湾农民的生活看起来，哦，比对岸中国农民，哦，也比韩国农民的那个生活来得好。哪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稻米品种改良成功，哦，稻米品种改良成功。一开始呢，在台湾呢，我们种的是哦再来米，哦，种的是再来米。那在192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哦哦，在192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有人成功改良稻米品种，改良哪个稻米品种呢？改良本来在日本种的稻米呢，在台湾也可以种，哦，在台湾也可以种。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你在台湾你也可以种日本的稻米，哦，那就表示呢，你可以把台湾的稻米卖到日本去，因为台湾本来的种的稻米呢，那个口感跟日本那个稻米不大一样，所以销路不好。哦，销路不好，然后呢，就有人哦，就开始在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把日本的稻米拿来台湾种？那可是日本是温带地区，台湾是那个什么亚热带地区，那情况不一样哦，所以他们就开始改良。那改良成功的品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蓬莱米。谁改良的呢？哦，这位先生哦，吉永吉先生哦。那一开始他们改良的时候呢，是在哪里？在竹子湖哦，阳明山上的竹子湖哦，阳明山上的竹子湖。为什么选在那边？竹子湖那个地方海拔大概700-800公尺，哦，那个地方呢气候条件比较接近日本。那我现在一开始他们就在竹子湖那边试种，哦，他们当然也在其他地方试种了，哦，不过呢在竹子湖那边试种成功，哦。今天如果你去阳明山的话呢，阳明山有个竹子湖蓬莱米原种田故事馆，哦，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啦，哦，假日阳明山很容易塞车，哦，建议坐大众交通工具去啦，哦，他就在那个竹子湖派出所旁边那边，哦，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哦，我有去参观过哦，里面的人也很客气哦，他会跟你讲这个故事，讲说什么蓬莱米当初就是在这边改良成功的，在竹子湖那个地方改良成功，他可以还带你有一些小步道，可以走到当初成功种那个蓬莱米的地方哦，成功种蓬莱米的地方。那他们这边改良成功以后呢，就开始想办法把这个蓬莱米呢，看看能不能也在平地种，然后那后来在平地那边也成功，开始在台湾种成功在这里。哦，那稻米品种改良成功以后呢，台湾人呢，就台湾农民就可以在台湾种蓬莱米，然后这个蓬莱米的口感跟日本人吃的米的口感是一样，所以我就可以卖到日本去。哦，这是第一件事情，在1920年代初期的时候发生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哦，相信大家可能在历史课本上有读过，就是加南大郡的建立。哦，加南大郡的建立，哦，这个乌山头水库，哦，是加南大郡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啊，这个是八田余先生，哦，主导这个工程，哦，把加南大郡建立。啊，这个加南大郡大概也是在1920年代左右的时候陆陆续续完成，哦，陆陆续完成。那加南大郡建立它有一个什么样
最重要的效果呢，就是说本来在嘉南平原里面呢，在嘉南平原上呢，本来在嘉南平原上呢，很多田是所谓的旱田，旱田是不能种稻的，旱田是不能种稻啊，你就只能种甘蔗啊。那嘉南大军成立以后呢，这些田呢就变成说你可以种稻也可以种甘蔗哦，你可以种稻也可以种甘蔗哦，所以前面两件事情呢发生了，就让说第一个台湾可以种蓬莱米，第二个呢甘蔗田呢现在可以转变成稻田，所以甘蔗田现在可以变成稻田，那可以种蓬莱米，所以就开始田呢，这个田可以种蓬莱米，也可以种甘蔗，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这个叫做生产上的替代品哦，生产上的替代品，本来这块田它只能种甘蔗哦，如果一块田呢，它可能可以种甘蔗，也可以种稻米，可是稻米销到日本没有要吃，因为本来是再来米，那现在是什么样呢？这块田呢，它可以种甘蔗，也可以种什么呢？种蓬莱米，蓬莱米是可以销到日本的稻米哦，这块田呢，它可以种甘蔗也可以种蓬莱米，那这个甘蔗呢，跟这个蓬莱米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生产上的替代品。同样一种资源，你可以做两件事情，可以种甘蔗，也可以种蓬莱米。那蓬莱米跟甘蔗就是所谓生产上的替代品。那接下来呢，发生了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是日本的米价在1920年代的时候开始大幅度的上涨。哦，日本米价在1920年代的时候大幅度的上涨，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打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一次世界大战打到末尾的时候呢，在日本本土发生普遍的经济不景气哦，普遍的经济不景气哦，然后1918年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人家就觉得、人民日本人民就觉得、仗打完了，那应该大家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就没有普遍上的经济不景气哦，普遍上的经济不景气啊，不景气，结果很多人就吃不饱啊，生活过得很差啊，那很多农民就出来抗议哦，所以1918年的时候有一个所谓日本米暴动事件。哦，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在日本都几乎很多农村都很多农村农民都出来抗议啊！哦，那非常激烈的一场运动哦，非常激烈的运动，因为很多人就是一次大战打到后面就经济不景气，生活很不好，快饿死了，全部都出来暴动抗议啊！很多农民出来抗议，那结果就是稻米会减产，稻米减产，那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哦，日本军部让这件事情更加雪上加霜，为什么呢？他们跑去西伯利亚，为什么要跑去西伯利亚？大家知道1918年一次世界大战打完，那一次世界大战在打到后半段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苏联的哦，苏联的哦，那时候不能讲苏联，俄罗斯的这个政权垮台哦，一次世界大战打到后半段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权垮台嘛，垮台后呢，开始这个苏联共产党开始上来哦，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准备要成立苏联的哦，准备要成立苏联了，俄国的共产党上来。那这个王权呢，当然他也不可能一下就被干掉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四处逃散。那俄罗斯是非常领土广大的地方哦，所以人家就开始可能往西伯利亚跑啊。那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这时候就介入哦，日本这时候就介入哦，介入到西伯利亚哦。所以这个是那时候的一张画了哈，讲说日本的水陆空夹击扫荡西伯利亚之敌哦，就是那时候。他们去帮助那个俄罗斯、哦、跟俄罗斯的这个本来的那个王朝的政府、哦、合作、哦、就是挺皇派，然后去跟那个苏联共产党去对打，然后去跟苏联共产党对打，所以他们调了大量军队去西伯利亚。那因为要调大量军队去西伯利亚，所以就在市场上开始大量收购稻米，那结果就是让稻米的米价大幅度的上扬哦，是那米价大幅度的上扬。哦，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我刚刚最前面讲的哦，在1920年代的时候，东京米价就开始大幅度的上扬哦，大幅度的上扬哦，日本米价上扬，那日本的米价上扬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很多日本商人就把脑筋动到台湾来啊，本地哦，日本本土哦，日本本土米价大幅度的上扬，你是商人，你就会想说，如果我可以去其他地方找到便宜的米再卖进来，我是不是可以赚钱？是可以赚钱。哦，那哪边是第一个你会想到的地方？去韩国或去台湾嘛？哦，去韩国或去台湾啊？哦，所以他们第一个想就来台湾。那刚好那时候台湾呢，这个稻米品种改良成功，哦，可以销去日本，哦，可以销去日本，所以很多日本商人就来台湾寻求稻米供给。哦，所以台湾的米价也开始上涨。哦，台湾的米价也开始上涨。事实上，不仅是日本商人，包括日本总督，有时候很像。日本本土现在稻米供应很紧缺，米价大幅度的上扬，台湾很像也应该要开始向日本本土供应米，所以日本总督府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哦，所以很多日本商人来了，哦，日本总督也开始在想说，哎，台湾应该可以卖米卖回日本本土啊，日本卖回本土，哦，所以这就是台湾米价上涨。那我们刚刚说到，因为1920年代发生的第一件事情，蓬莱米改良成功；第二件事情，嘉南大郡的兴建，导致嘉南平原呢很多本来种甘蔗的田，它现在呢可以种稻米，哦，它可以种稻米，稻米跟甘蔗，尤其是我讲的是蓬莱米跟甘蔗，成为生产上的替代品。台湾的米价上涨，米价上涨的理由是来自于日本的米价上涨，日本米价上涨，所以台湾米价上涨，哦，所以吸引很多农民呢，哦，本来我种甘蔗就转做稻米，哦，我种甘蔗就转做稻米。那这样呢，对甘蔗有什么影响呢？哦，很多农民转做稻米，结果就是供给线会上移啊，结果呢，也因此导致甘蔗的价格上涨，哦，因此也导致甘蔗的价格上涨。所以很多糖厂呢，最终就不得不实施所谓的米价比准法，哦，让甘蔗收购价随米价变动，然后让甘蔗收购价随米价变动。所以同时呢，你种甘蔗的人呢，慢慢的，哦，你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因为现在糖厂本来用很低的价格来跟你收购，也不得不开始用比较高的价格来跟你收购。可是大家有说米价平准法呢，事实上没有成功的让糖厂维持住这个甘蔗的供给，哦，没有办法成功维持说甘蔗供给。其实你从刚刚的那个供需线，其实也看得到这个事情啊，对不对？供给线内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结果是，你知道，其实交易量也会内缩啊，对不对？交易量也会内缩。如果你不让价格上涨，可以，你交易量内缩更厉害，对不对？会有所谓的超额需求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得要实施米价比准法，哦，把价格往上调啊，你是不是能够透过把价格往上调成功怎么样？成功让这个供应量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不可能的哦，不可能的哦。往上调的结果，哦，往上调的结果，哦，往上调的结果还是会内缩啊，哦，所以他们米价比准法有在说，哦，实施米价比准法以后呢，哦，甘蔗的收购价随米价变动，甘蔗价收购价上移啊，上移的结果其实糖厂还是没有有效的维持住原来的这个什么甘蔗的供应量，然后维持原来甘蔗供应量。那当然在这段期间呢，有些糖厂比较恶劣，然后可能就禁止或用各种比较不好的强制性的手段，让农民不能够从甘蔗转做稻米，哦，不能从甘蔗转做稻米，那就引起了一些农民的抗议事件啊，像什么20事件啊这些事件啊，哦，20事件呢，哦，那时候20那一区的农民呢就不满嘛，对这个林本源糖厂，然后林本源是那个什么台湾人开的，老板是台湾人，所以才叫林本源糖厂嘛。哦，林本源糖厂他是那个林家的，哦，林家在开的，哦，林家在开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同样是糖厂，另外一间明治糖厂长期以来那个收购价都比较好啊，哦，他们收购价那时候都已经往上调啊，明治糖厂价格比较高，哦，然后呢也不会苛刻你肥料费用啊，林本源这个糖厂的价格比较低，所以人家就不满嘛，然后有些糖厂用一些限制性的手段，不让那个农民从甘蔗转做稻米，哦，所以就有一些抗议事件，然后，哦，不过总之呢，到2030年代的时候，那个对甘蔗收购价呢就不会像没有像10年代的时候，哦，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差，啊，所以那个什么甘蔗价格慢慢上涨，那普遍农民的生活呢也得到了一些改善，哦，也得到了一些改善、哦，那糖厂呢，很多糖厂呢后来因为这个甘蔗的这个量呢，供应量呢没有办法跟上，所以他们也开始多角化经营，哦，不见得一定要做这个糖业，哦，所以这个就是在1920年代这几个事件后来对这个台湾的那个甘蔗生产的这个影响，哦，甘蔗生产的这个影响，那就到了那个台湾农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就看到那个 Canon 那部片里面所呈现的那个背景的故事，台湾农民普遍在那个时候呢，哦，哎，好像比中国的农民、比韩国农民生活都还要来得好一些了。哎，资料上其实也佐证这样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讲说生产上的替代品或生产上的联合产品，在这个例子中是替代品，它的价格变动呢，哦，怎么样影响到哦供给线，然后怎么样到影响到说你这个市场，我们说这个甘蔗的这个市场的那个情况。哦，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市场均衡的变动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是中央企管柯建源，我们下次见。